念的是我已经醉，若是无酒杯来，底拢是你。为何昨暝搁来梦着你？是我剪袂断这条情丝，爱甲分开是伤心的代志。若无情，哪着用酒解相思？明明知影，早着来梦醒，是我放袂你去骗自己。情海茫茫，刻画在佗位？梦流星，你到底走去佗位边？我为着你行踪走过千万里，飘浪伊。据消息来源指出，商场神秘人老 K 即将携光辉集团董事会持股现身对战光辉集团，而如今光辉集团的经营权是否面临易主呢？本台将为您持续追踪报道。李白，戴通，瑞瑞，安娜过来。哎，谁了？你们家的？哎，这光辉集团跟老 K 准备要开战啦！啊，我咧想，应该引起真大风波啦，吼。啊，不过这边啊，我想的跟你无同款的，因为光辉集团啊，原本伊公司的体质就真好，这个亲像树头的果仔啊。就算讲你阿有，嘛不一定有叮当的。搁再讲，光辉集团叶头家嘛，李丹桥啊，亲身对比过当来主持大局，我相信伊的人脉甲伊的实力，老 K 想要当光辉集团，恐怕嘛有一定的困难度。希望这拍火吼，唔通烧来咱家啦，啊，咱得徛关山，看马烧塔就好啊。林队了，啊，你最近好不？你美容的产品 DT Beauty 现在小路干了，谢谢你的关心嘛。 DT Beauty 啊，目前销售量啊算稳定成长，而且也符合我当初一定的计划。啊，这么好的产品，算是咱台湾之光呢。啊，卡叔讲，你来当支持伫个国外安尼宣传推销，那是有国外股东的公司哦，要投资，啊，把这个产品哦做更加大，安尼吼，得当变成国际产品啊嘞。其实啊，我伫拢有拓展海外市场啊。只是后来我想想的，还是叫不来，较袂食紧拢泡碗啦。对啦，还是讲你那雄雄这么关心 DT Beauty 这件代志啊？我是看你吼，该有心栽培严巧玲啦。啊，是不是吼？你让伊去国外小磨练一下，安尼对伊来讲也是一件好代志啊。根据我所了解的是，巧玲甲 K 因两个感情啊是非常的坚定，
无可能因为你和伊两个人分隔两地，就会起什么变化。啊，对少年人讲坚定，敢袂想过未来？就算讲可会介意，我嘛无认为这个查某囡仔适合你。那是因为你太好心，让伊做代言人的工作，伊才有一点仔仔路用。啊，无像安尼查某囡仔，这家仔路吼是满满是。我知影，做大家的人啊，总是对家己未来的新妇有淡薄期待。啊，不过巧玲，伊工作表现袂歹，而且伊人心肝嘛袂歹，并无代表伊适合阮高家。其实我已经甲伊讲过啊，请伊离开课位，伊根本都无甲我话听入去。就算讲伊要入来高家，我嘛唔相信讲伊有偌尊重我，所以我才来拜托你，甲伊即部辞掉，互伊知影天地有几斤重。瑞，你应该知影，我做代志公私分明。巧玲伊咧做代言人的时阵尽心尽力，我真正无理由将这代言人换掉。啊，咱是老朋友啊，我来拜托你，你拢无法度答应哦。这应该算是我头一遍拒绝你了。歹势，我若是安尼做，对巧玲来讲是真正无公平，因为我真正完全无理由将一个工作表现这么好的人。该死头了！既然讲情讲不通，那呢，我用大通集团股东的身份要求你把严巧玲换落来。你嘛知影，柯威的股份是我委托给伊的，这一款是在我的手头。对。请你莫为难我，我江台通在商场上，甲人行到这侪年，我做代志有我的原则，所以请你体谅。我也是希望你好好啊考虑，我会等你的决定。安怎处理，才会当无伤害到巧玲，更能将女儿安到好势呢？李白，
吴小姐，来这家。老板，欢迎盖小姐。太麻烦了，我自我介绍就好了。江总你好，我是高进女朋友，我叫吴花。因为觉得大通集团是匹黑马，所以呢就出手买下了贵公司10%的股份，礼貌上应该跟董事长您打声招呼。吴小姐，请坐。谢谢。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我没有见过面的。外田虎和公已被炒贼，新年当初来拜访我啊，想不到竟然是吴小姐。久闻江董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八面玲珑，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呐。听说我是高进的女朋友，照样以礼相待，您的度量真让人佩服。看来您真是与高进化干戈为玉帛了。商场上没有什么永远的敌人。不过安诺，我也是欢迎你变成我们大通集团的 partner。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了。哦，加班的时间在这搞啊。吴小姐，你有时间让我请你吃顿饭吗？高雄那人哪家，我哪给你介绍，大通集团也营运方针。当然，我的荣幸。陆总，今天看起来心情不赖哦。难得大家有这个机会，能做伙吃饭，讲一挂公事，互相请教。我有代志哦，要找恁两个讲啦。大家吼，拢大通集团的股份啦。啊，我是咧想讲，最近哦，大通集团有推出哦 ，DT Beauty 的功课嘛，做了袂歹。我咧想。这销售量吼，应该搁较好诶。啊，进前吼，找这素人呢做广告代言，啊，销量是袂歹啦。啊，若久了后，应该爱找明星加持，好这买气吼，冲搁较悬。啊，恁感觉安怎？我嘛安尼想咧。进前大通集团吼，会找严巧玲小姐做代言人，我嘛建议吧。伊虽然真有亲和力，但过。高税，嘛无迄吼知名度的问题啦。啊，我感觉吼产品卖啊一个阶段吼，哦应该吼提高伊质感。啊，唔知陆总，你要找倒一个明星做代言？要找什么人吼？我是还袂想到啦。啊，这个代志吼，我有甲工党的讲啦。啊，不过伊，啊，我是咧想讲吼。拜托恁两个，若有时间哦，去甲伊讲一下啦。啊，人较侪，去甲讲哦，不一定伊愿意考虑啦。对啦，吴小姐，我要打电话处理代事，咱先来包厢待。好。也毋过，我进前哦，已经将大通集团的股份已经卖掉啊。我看即卖持股毋是真多，你股东会哦。用起来嘛，无啥物应用力啦。啊，自从 DT 哦 Beauty 这系列推出了哦，伊股票吼就起起来啦。我落去当阵啊吼，终于卖掉，啊获利了结，啊较轻松啦。啊，我也嘛是啦。啊，今物阮两个吼伫刚刚的面头前讲话吼，可能无啥好啊。恁卖掉？啊，恁是卖啥？阮是搞。投顾公司去出力啊，对了，光马不下紧凑。谁？哎，刚刚，哎，多好，先生啊，哎，你来上班哦，新秘书，哎，陆总，哦，看看我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大家连上的餐厅拢共景了吼。吴花，啊，你也是在港档诶。我听了投资顾问的建议，买了大通集团的股份。刚好江董跟高进是朋友，所以我们就一起出来吃个饭，顺便聊一聊大通集团的运作。啊，对了，雨阿姐，听说你也是股东啊。那么真像江董说的，我们英雄所见略同啊。看来，周总的甲院长的股份，
拢互五花八去啊！我买大通集团的股份，伊就对咧买，今日甲我对调调咧。啊，你的投资顾问真正袂歹呢。啊，港当的公司是算老字号啊，算是绩优股，买就安心啊啦。啊，你是投资的高手，眼光真好。啊，大家哦，对我这样捧场，我真正认真打拼，替大家赚钱安尼哦。啊，不安尼啦，归去咱今仔日大家做伙食饭啊。哦，好啊，好啊，好。来来，吴小姐，小姐。来，多谢。感谢你坐哈。唐总，就算了，一定，那家多好。啊，大家哦，对我这样捧场，我真正认真打拼，替大家赚钱安尼哦。啊，不安尼啦，归去咱今仔日大家做伙食饭啊。哦，好啊，好啊，好啊。来来，吴小姐，小姐。来，多谢。感谢你坐哈。唐总，就算了，一定，那家多好。你做恁讲啊，吴芳哦，是我未来大嫂，阿公公啊，大拢是一家人啊。恁家妈妈讲啊，我先来走。我来，谢，好好。都在路易看到火啊，表情好像就了怪怪。阿古阿祥啊，之前无甲讲，伊甲路易有熟识啊。永俊到今嘛，佮找一大堆理由来应付我。我一定要让杜微微知影我两个关系，做一个解决。这届光辉哦，甲老客战争，希望光辉集团哦一定要挺过关。啊，若无我这长公主，无做几工，都爱等去食个滴，安尼我唔得了济啊。像卡呀！喂，那呢？你有想我无？干那呢哦？你的心是不是在我心上啊？是这个是看唔到，还是无先去试着？恁奶拢唔讲话啦！啊，平常时你看到我，唔是拢讲你话爱我，甲恁某生活有偌痛苦，
你今仔来拢唔讲啊，我唔管啊，你都要把话讲清楚啦。紧讲啊，讲啊，你讲啊。你拄仔是咧创啥？上街拄仔才会连打。有哪有啊？人我对。我哪会去望这栋哈？是讲拄仔背后迄查某的声，那才是永俊的呀。当时永俊看好我的，唔对呢，是安怎伊边啊会有其他的查某啊？是永俊，那真正是你啊，你有才气。你用你的手机敲着洪某，无做什么意思啊？我现在打电话来，你最好别出声。你若会听到你的声音，咱两个真正结束，永远都无得见。喂，老婆。江永俊，你现在人在哪？你随当来公司找我。啊，我替妈在买点心啦，阿妈想爱吃那点心吗？这叫人去买哦，公路都阿抢。对吼。你不要讲我爸给你骂，我今麦等你爸给你，莫搞死死了。好啦好啦好啦，生意巧啦，我袂去死死了吗？啊，你别说啊，紧等来哦。嗯。你母亲出来，我母今麦打电话来查寝啊。我家在我反应紧，啊，无说有计划，我就破坏了了。我会安尼做，是因为我真正挡袂牢啊。你根本一点仔都无顾虑到我的心情。迄天我看到你甲杜华华在车顶安尼浸来浸去，我看见要掠狂，唔知出车祸诶！这种情形我真正无法度搁忍受啊！我爱你，马上甲杜华华摊牌。不要妄想，你刚出车祸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真正起笑，听我讲几遍，你才会了怎样？杜华华代志我等你处理，你想无我淡薄时间？时间，时间，你到底有偌济时间啦？唔知啦，即马就无得确定咩？你根本就是在应付啊！你明明是我的查甫人，煞逐天拢阿伫咧堵我的遐，我若受到这点，我都叫伊爆炸，这种情况我无得去忍受啊！你莫干那会晓讲我，啊你呢？你的婚姻怎解决？你有什么资格好讲我？上次叫我跟我阿公离婚啊！爱有签字才真真正正算离婚，你知无？啊，当初咱之前不是讲过，你先处理你婚姻的代志，我再来处理我婚姻的代志。啊，即马嘞，你家己婚姻无法度处理，你逐天再来找我乱，继续咧乱的哦，咱的感情哦，讲完了了。你去搞我派，代志若是会变成安尼，嘛拢是你造成的。我看到你安尼一天拖一天，我咧代志，我真正就艰苦安尼。你艰苦，认真讲起来，我比较较艰苦啦。你即卖安尼做，表示你完全无信任我。好亲像去掠春讲，你是爱我，为着我你会当忍耐。不过我今日看到唔是安尼呢，你连上基本的信任拢无，就更加卖讲爱还是无爱的代志。讲的我拢跟你讲过啊，我的代志我用上紧的速度来处理掉，为着咱两个未来，你嘛少控制一下，莫阁做出一挂无底底的代志，安尼只会伤害咱的感情，对咱感情一点仔帮助。你家己我想看卖。我都无想要等啊啦。
既然你讲我伤害咱两个感情，那呢，我归去就把咱的代志拢扬扬出来，我全世界知影咱两个关系。查某人起生番哦，真正是讲袂准确。我看这可恨的天堂，我爱来甲拔一刀。好啊，无你打电话好无？你讲我要甲伊离婚，暗哥你也知影，即摆若是离婚，我啥物物件拢摕袂着，迄、那个土地嘛卖袂掉，我等于一无所有，我会当直接宣布破产。暗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你，我会双手空空去娶你，然后咱两个做伙来做结账。安尼有万一，刚，别哭，你会当将你所讲的代志。全部讲好，都会怎样？我得啦，麦卡啦，是的啦，我知道我做不对啊。我知影这段时间你做委屈，不过今麦你有你的婚姻地，我嘛我的婚姻地，那中有什么事格差哦？都影响到咱的地。啊，伊个地哦，今麦等咧，咱这时机未错。阿未条正经哦，咱就要较低调啊！你要怎样呢？有钱拿别手头，讲话再当大声。好啦，我才知影你会当了解，你了解我就安心了啦。他等下回去好好休困，我会再跟你联络。去处理煞，唔知阁要等偌久。我会改其他的方法试看嘛。一定爱和永俊乖乖啊离婚才去讲。家哈，又搁要像我相拍心，我跟你讲哦，家是我的地盘，你若是真正较卡着我，我随叫阮公司的保全入来。阮家的保全哦，每一个拢受过专业的训练哦，不管是咏春、拳打还是八极拳哦，伊拢足厉害的啦。你若是真正较对我安怎，伊绝对哦，甲你拍甲连你骂，拢无是在理啦。哎呦，你误会啊啦！我安尼雄雄来找你哦，真正是真歹势。啊，不过哦，顶一回伫餐厅，甲你起冲突了后，我当去想想诶，感觉家己哦，真正就不应该诶。所以我今仔日哦，是特别专工来甲你回失的。希望哦，长公主大人不计小人过，卖靠计较啦。你是安怎啊？想着有啊？不是啦，我是真心诚意要甲你回失的呢。哈，你真毋是这种人啊！你老实讲啦，你是要来跟我借钱，还是要来跟我攀关系啊？不是啦，你真正是误会我。我最近有两间开口真多，了解到做人哦，多一个朋友不如少一个敌人的道理，所以希望长公主哦，莫计较我以前所做的代志啦。好啦，算你的目色好啦，只要爱另外这个公妃集团长公主这个招牌，是讲你要跟我做朋友哦。我无兴趣。莫安尼啦，今仔日哦，拄了来甲你回信的，我阁有准备礼物要互你哦。这哦是我一点点啊心意，希望你会当收来。这毋是已经绝版足久的，就是老佛爷所设计的迄个信用卡耳环啊。是啊。这是我的收藏，为着表达我的歉意哦，希望长公主也能接受啦。哎呦，
过去代志拢过去啊。其实我这个人足好斗阵的，我的八卦嘛足宽。啊，既然你有心哦，要向我回事的，好啦，我愿意跟你和好。对，即马开始哦，咱两个就是好姊妹啊。是讲米香，你这个收藏哦，真正有够厉害呢。我在想，你一定够收藏够卡侪珍贵的首饰对不？是有啦。妙那个长公主比你的身份无同款啊，佮遮尼有气质，遮尼有眼光，你的收藏哦，一定更加高贵的啦！哎呦，你安尼想袂客气啊啦，这礼物我先收起来吼。阿姆哥，你放心啦，后盖我买甲你做伙哦，分享我的战利品。好啊，好啊。阿姆哥哦，顶一回真正就歹势，为着要表达我的歉意吼，是不是会当请长公主今仔日跟我做伙食一下饭的呀？米香，你安尼就伤过客气啊！你都已经向我回信了啊！即马咱两个也是好姊妹啊呢。袂用的啦，既然长公主拢甲我认定是你的好姊妹，我更加请你食饭啊！为着要庆祝咱不打不相识，今仔日无论如何一定要让我好好表现一下。好啦，看到你遐尔有心意，邀请我食饭，我只好答应啦。祝贺！这真正是我今日上欢喜的一件代志啊！啊，餐厅我已经订好啊，是不是会当请长公主邀请长驸马坐回来？安尼我当做一届跟恁回去的呀。好啊，没问题，我即马是看好伊。老公，你怎么人伫喺度？我知影，喜乐明设计师限量哎，就拍卖呢，你竟然会当卖掉，厉害哦！看起来你个真有眼光啊！这伟伟那熊煮我一饭啊，讲伊介绍什么姊妹啊，我也熟悉，伊是当时够什么姊妹啊？怪怪。就是那里来，啊，拄好无压着你，我咧成功哦，替我赶去房间啊。俺这位不是很米奇的姐姐，进前恁两个对，就是进前哦，我才跟他介绍牌米香啦。免这么紧张啦，我今嘛介意哦，一定是好姊妹。是啦，今仔日哦，我是特别来噶。长公主啊，阁有长驸马回失礼啦。顶一回伫餐厅，是我甲阮小妹伤过分啊。回去了后，我有好好检讨，我嘛有甲面试驾驶，爱以后是看到恁哦，爱较有礼貌的啦。其实哦，我唔是一个哦，这么爱计较的人啦。是讲以后伊个廖面试哦，若是看到我甲永俊哦，卖这么啊歹相扫的好啊。哦，长公主就是长公主，迄巴长哦，甲别人拢无共款呢。恁真正也是天生一对，是阮小妹管伤济啊。我看会出来，伫个长驸马的心内哦，除了长公主以外，容不下其他的女人。我讲了对无啊，长驸马？对啊。迄是当然诶。伊卡叔哦，若是伫咧外口有小三哦，我绝对让伊死甲做歹看，让伊变作中华民国第一个太监。长公主，其实哦，你嘛免对长驸马安尼歹啦。咱查某人哦，若是甲咱的查甫人管了伤严，表面上也听咱的，啊，不过私底下就真有可能会去找小三啊哦。我相信啦，你的长驸马是绝对袂安尼。啊，不过你敢会记住？顶一回啊，我为着要甲你抢250万的包包，啊，就敲电话叫一个人送钱来，迄个查甫呀。我当然阁会记得啊。啊，伊是安怎啊？伊啊。干嘛？轮春阳砸掉了，是谁嘞？好。伊。哥哥，你最爱搞外遇的啊！
虽然有婚姻，啊，不过嘛是常常去外口找查某呢。这款查甫人哦，真正是笨手，有够可恶。就是啊。恁弟呀吼会当食，我来甲恁用哈。嗯。看来这面香是调羹要甲我创治呢，我即摆袂当出去，我若无，会不会怎样我就惨。面香，你的脚是安怎啊？哦，我拄只坐了伤久，脚无啥爽快啦。啊，歹势歹势，给它掉。哦，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歹势歹势，来，我来，我来。啊，你这个手指，敢毋是阮阿的婚戒？啥了伫你遐？来，坐坐坐坐。嘿，不是我的啦，可能哦，生了家型的款式差不多，反正迄条同款同款嘛，不一定哦。啊，你讲哎，不是你的，然后你的婚戒嘞？我的婚戒在厝的，厝的。小公主，你误会啊，这是我的爱人送来啦。哦，我知啊，你讲迄个支票是送我的。嗯，对啊，就是伊送的。哎呦，伊伫你的身上开这多钱吼，只要伊那亲像因阿兄伫咧外口学袂来，这个查甫算是做完美哦。其实讲起来，咱两个品味拢差不多，差不多。正常哦，甲伊就共一个包包，即马就连婚戒哦，嘛是同款的。人咧讲啦，不打不相识，啊，唔过咱即马是英雄是英雄。就是啊，咱的个性哦，就是讲话你直爽，你再无说你要爬起来。啊，唔过咱即马是好姊妹啊，袂搁再相拍啦。干杯 ！Cheers。美香，我今仔真正是足欢喜的，因为我以后又搁加一个哦，会当陪我逛街、陪我去 shopping 的好姐妹啊！你愿意把我当作好姐妹伴，我嘛就欢喜的呢。那是因为哦，你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搁再讲，我今麦已经是光辉集团的长公主啊，你拢是愿意向我顶头，我哪有可能继续跟你计较啊？讲实在，你真正是一个巧巧人呢，知影先向我回信呗。啊，若无你若是硬要甲我搭哦，你的胸口一定会死甲出歹看。是啦是啦，太姐，我再接电话啊。妈，什么代志啊？喂，喂妈，我拄仔你敢有听到哈？才收无啦，听我讲。你啥？喂，喂。你跟微微做朋友，你是起笑？我就是起笑啦，因为我跟姐姐袂调啊。我来安尼做是要让你知影，我唔是喊你好按来的。本姑娘我软硬不吃，我可能乖乖听你的话。我俩做咱正经讲好啊呢，你唔是要给我淡薄时间？我听无，一礼拜，一礼拜以后。我一定会一个交代。是这摆这么久，我无法度忍耐。无你讲嘛，爱偌久？你家己婚姻还未处理哦，我听无？你等于处理你的婚姻，你处理完，我就处理我的婚姻，安尼较公平。好啊，三天。三天，你。个拜托你，你手指先让我。不然那邓启波讲的手指一定抓过，死搞我就惨了，一切都我有去。你先冲他，没有发现从逃出来。他那么叫刺客啊！
是代表你要处理婚姻的约定记。我打卡的时阵，你在讲啥？谁人看起来面色敢怪怪啊？给讲我，我就跟廖小姐讲哦，其实你做人最好的啦。啊，当跟你做朋友是伊的福气。啊，这样不是的，你讲白菜咯。男人想吞一滴泪，无怨当初的坚持，为着你心中走过千万里。我就跟廖小姐讲哦，其实你做人最好的啦。啊，当跟你做朋友是伊的福气。啊，这样不是的，你讲白菜咯。丈夫嘛是讲哦，你虽然看起来就歹的，啊，不过其实你做善良诶。哦，原来是安尼哦。你想哦，伊嘛是最好的啦。你早就已经看出来好不？你哪有需要去甲伊讲这啊？要不然我就歹势呢。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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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耳膏真正是跟我做素配，参详我这么高贵的长公主，你才配起这么水的耳膏啊！这个廖米香哦，算你自知之明了，怎样跟你配不起？老公，你跟我逛街跟我睡哈？贾永俊，我跟你讲话拢无在听，贾永俊。想啥啦？对吃饭的时阵，都安尼讲心讲心。我拄仔讲话，你想要唔爱插无啊？我有听你讲话啊！你讲迄耳膏，甲你足速配，我嘛感觉真速配。好。你到底想啥？你紧甲我讲哦。你敢会去杀着迄个廖米香啊？你莫有白想啦！人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我甲你看一个影生双生啊！那恁是安怎甲伊食饭了？你就安尼戆心戆心到即嘛哈？贾永俊，你甲我较安分的哦。虽然讲迄个廖米香哦，伊即嘛头壳有较清醒啊，知影伊家己哦无法度甲我比。啊，不过伊这种人哦，就是善吃又搁爱碰风，根本就是一个小杂毛。你若是真正喜欢他，你两个要做伙对付，一个哦，我就待在土里底种花，一个哦，我就待在海里底饲鱼。莫胡白想，我哪有可能喜欢？你嘛讲是小步对不？我看不出来。但我拄仔是咧想这帮老客要对付公伟集团呢，啊，所以哦，愈想愈紧张啊。哦，原来你是咧想这哦，是讲你要紧张啥啦？啊，这的代志啊，免咱去处理啊。有大妈啊，佮有骂弟的啊。啊，而且迄个江江吼，又佮遮尔啊计较。上重要是阿妈拢亲身倒来处理啊，免遐尔啊烦恼啦，哈。我就是惊伊若无法度处理啊，互伊留去吃死死啊。这光辉集团三上后的查甫人，一个伫美国，一个伫天国。这个根本不是你家一个的，敢剩查某的呢？敢见一见？我来讲，光辉集团那真正毁掉哦，咱损失就大了。听你安尼讲，真正有道理呢。我伫咧外口流浪这么侪年啊，真无简单，才当去光辉集团做长公主。啊，才做无外久尔，万一这光辉集团真正去有老客抢去，我们都没有公主可以做啊！哎呦，老婆，不管你是不是公主，我都永远这样爱你，这世人离开你，没烦恼啊！这当
唔爱烦恼啊，因为最重要诶，光辉集团哦是你家的事业呢，我不准哦任何人抢走啦。贾永俊，我跟你讲，今嘛是非常时期哦，你最好是卖搞出包哦，嘛不应该把你查某勾勾滴哦。那是因为你的行为啊，或者你家受到影响，害我做末代公主哦，你得知死哦。对我知，我当然知影。而且我这么爱你，我哪有可能跟外面的查某勾勾滴，对吗？贾永俊，是安怎你的嘴家有洋甘菊的味啊？什么洋甘菊？好正，搁唔知影切嘴哈？迄明明就是口红的味哦。你有搁伫咧外口，甲倒一个查某偷情吗？警告啊！无啦，那可能这啊，这是我护唇膏的味啊！骗笑诶！我是识你到今嘛，我从来无看你擦什么护唇膏。伫咧厝诶无抹，啊，毋过公司诶冷气足强诶，嘴唇拢打屁屁，所以一定爱抹啊。而且哦，我专讲要查甫诶呢，你哪会讲迄查甫有啥物局啊？啊，搁再讲，我拄仔甲你做伙食饭，甲你做伙顿，我哪有时间甲外口啥物查甫咧玩亲亲？吼，你安讲我足生气。好不好啊？你家己诶护唇膏摕出来我看。好啊，我即马就摕出来互你看，互你鸡嘴变阿粗。惨啊！这个唔知影有在条过关无？啊！我都唔是讲过，伫个公司才有咧卖，我哪有可能查转来？而且你根本就唔相信我，就算我摕护唇膏出来，你嘛开始怀疑东怀疑西，我根本就无路解释啊！啊，既然是安尼哦，啊，要安怎随在你啊？好啦好啦，无咋当来准拄煞。我老公问你，你的婚戒嘞？婚戒哦，就爹了。我。哎呦，挂起来啦！哎呦，卖凊彩哦，该拔过来再无。啊，若无若是去外口的查某看到你无扎婚戒，后阵讲你还袂结婚，互你伫外口学白是安怎？我这样对你怎样？就算讲我迄查某人要甲我倒贴，我嘛会记出来，用我愚公布你知影？我这手机现在都肯提出来，迄因为哦，这是咱两个爱情的信物，我一定好好保管。若是伫外口无说伊碰见啊，我一定会做小心的。我唔知影，我可袂看你。所以哦，这肯定出来上安全。上好是安尼啦，好啦，我先去洗身躯哦。你擦擦身啊。你想是挑工的，甲口红的味留在我这，还是一不舍离？不管怎，即卖上个重要，我应该提袂掉，应该有危险啦，赶紧回离我较远的。我若无一个查某，唔知佫会做出甚物代志。那是我有话赶出去，我都留伫你家，我都惨了。署长的会议呢，就要开刷哦，有跟我交代，也麻烦老胡林跟江总稍等一下。请你跟张董来讲，讲叫伊慢慢仔来，我无着急。阿妈，以你的判断，你认为江董的这边敢会跟咱斗相共？我无任何的把握，因为江大通这个人，我嘛无熟。应该是讲，不管有把握也无把握，咱这条路一定爱行，就是爱说服伊借咱五亿的资金。你想咧，公司争取的案件，时间已经真紧迫啊。如果若无这五亿，
安尼生咱这道文书的，眼看老客无费三两力，就把经营权提到手，我也唔甘愿。是啊，会当问的拢问过啊，找工当的是最后一条路啊。所以，姐姐妹妹硬起来，咱两个人联手出击，稍等下，就看咱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安那给伊说服，可以我又提出来。哎，小刘啊，江总，哎，哎，不是而已，阿姐。小刘啊，江总，阿姐呢？不用再照顾。别这样说啦，我是临时来，阿无事先就给你通知。啊，会用讲是阮来打扰你，你感觉也真歹势吼。袂啦，慧兰大概有甲我讲目前公会的状况啊。小刘啊，你放心嘛，只要我刚才通知会搞的所在，我一定会尽全力跟你斗相共。既然刚当的你讲的这么阿莎哩，看起来我慢慢等阮世界，安尼我就较无礼貌，实话实讲吼。阮公会即阵啊有真大的危机，即几天厝内底动散不动散，已经拢伫咧处理啊。但是统计起来的数目，后面资金的缺口还佫欠五亿。我想话讲到这，你嘛知影讲我的意思。如果闹这五亿，公司就顺利过关。五亿。是啊，简单啊。我希望讲，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拜托你伸出援手，你用去调我五亿。当然啦，借钱不是空嘴薄钱。人情归人情，生理归生理。如果你若答应，我的手头有一块内湖的土地，这块土地是阮后头厝留予我的。就好简单，你先做抵押，我甲你保证，这块土地绝对唔拿过一个价值。唔相信，你用去查看卖啊。宝贝妈，你做人一向讲这就是这。功能的事情，我对你绝对无任何怀疑。安尼听起来，我今日来无找唔到人吼。莫安尼讲。但是，我还有一件代志要拜托港党。如果你公司经营，资金状况来当稳准，你就莫甲这块土地伤紧脱手。拜托你，我淡薄仔时间，我真希望以后我会当甲土地买回来，安尼对我后头厝迄边的祖先嘛，还有一个交代。当然，我要买土地回来的时阵，关于这个介绍，我绝对有公党认为会当接收，互你知影讲这是一个袂歹的投资。阿妈，既然这块土地是你的嫁妆，我都袂当在这种情况下，互你甲卖掉啊！那个桑瑞斯嘛，哎，这样多人经营的，咱拢得要互公党的啊！哦，我不是跟你讲桑瑞斯无要卖，那是嘉亮的心血，爱保存袂用的卖啦。公司无啊，会当阁重新开始。我相信嘉亮想法一定跟我同款的。啊，不过那是你的嫁妆呢，这块土地名嘛。卖讲是土地，不管什么款有价值的物件，你若甲落个手的无用，迄就是无价值啦。你安心，相信我，咱会当甲土地买倒来。啊，小妹妈，江总，我看恁就无需要想怎样啦。我看这件代志就安尼决定啊。而且上任甲宝儿啊，伫公司遮甲我斗相真济，嘛帮助阮大众集团度过几落遍的危机，以情以理。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调这条钱。用我的土地，拢唔免啦。我咧想啊，
不管是这块土地还是桑瑞斯，对两位来讲一定都有很大意义，而且我也信得过你两位，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抵押品，你就照银行贷款的利息算给我就好了。江董，今天你要过来进前，我也有交代我，不管最后你是不是有答应到三天，都要好好感谢你，真的很多谢。在生理场像江董这种重情重义的人越来越少，你这份情我日后一定会还你。江董，谢谢你，真的是我客气了。我在想啊，慧兰应该是听我的为难，听我有压力，所以无亲身出面来跟我开嘴。你要看恁李家哦，做甚物代志拢会替别人设想，留一寡余地给人，敢若凭这点，我就无可能见树不求。这嘛是我跟恁斗三工头一个原因啦。安尼听起来，还佫有第二个原因哦。无唔对啦，除了我甲慧兰的交情以外，我对老客这个人印象嘛毋是真好。因为伊伫个生理场上受过我介绍，而且为着要达成目的不择手段，这款人我感觉不应该继续为下摆落。是不择手段，而且贪人之位，伊这边使人家命倒来作对。那是在咧破坏阮李家的亲情，这种手段甚至言讲是卑鄙，所以你讲也真对，有机会应该都要甲老客好好啊教训一下。我嘛相信啊，这边光辉集团甲老客这场战争，光辉一定会赢。我嘛希望以后咱双方用个策略联盟，有机会用个好好合作。这是当然。欠江董的这份情，我放在心肝内，双方面会当合作，创造双赢，一直是我希望的。日后江董有需要，你只要一句话，放心，我会记得你这份温情。啊，真快，会当合作，双边拢好。江董的，多谢你。哎，江总。你想要客气啊，坐啦，坐啦。哎，讲一下算笑啦吼，那是恁真正搁这尼啊见我哦，安尼贷款的利息，我是要给什么？阿妈，你想烦恼的资金问题，即摆已经顺利解决啦，你当安心吗？嗯。最重要的要是你的表现哦，那几个求婚的 tempo 你要讲也不好呢。我跟你讲哦，这桥段哦，原本我要写在小说里底，欣赏好利用啊。高声啊，兄弟，真正够意思呢。啊，不过你这個过程哦，我是感觉有小可改掉啦，新娘炮啊。所以大部分哦，我会照你的行，啊，不过我有做淡薄小改。淡薄小改啊！哎，要求婚当然要用查甫囡仔会当接受的方式啊！你也不是要跟查甫人求婚啊？你查甫人哦，感觉娘炮，哎呀，不过无得卡这拄拄啊好，就是查甫囡仔会当接受的浪漫啊！无你是足把查甫囡仔啊？啊，我就是有研究啦。
哇哦，总是要了解足侪人的想法，才会当写小说嘛。查甫囡仔会介意我这款流程呢？先卖讲我唔好，我一定要听到咪做欣赏哦。我跟你讲，这个人哦，就是我请来斗三工的啦，因为嫁做过路人，哎，好，我个海英就好，叫海英嫁好啊。到时阵，海英感动啊，滴要流目屎的时阵，我请来表演人就会出现。啊，现场咧变魔术，变出红地毯，啊，天顶阁有直升机飞落去，啊，吊我的求婚表演。安尼要开足侪钱的呢？你安尼哦，根本就唔是小夸小改，是恁茅厕等级变作五星级呢。为着跟女神求婚，这拢是有价值的。怎么准备搞？哎，伊哪会叫你少爷哈？哦，无啦，伊在搞笑啦。伊讲我这个求婚的场面这么大，伊讲我真傻，叫少爷搞笑安尼啦。哎，我正经啊，叫阿强。啊，叫我拍正啊，侪个啊，也搁唔死心。不过哦，你不是阿强啊，你是小强。欠好。坐车求婚是最有诚意的，无唔对啦。哎，唔过你一个月才赚几万块尔呢？你哪有遐尼坐车？哪有白安尼个啊？是我这个朋友把我倒出来啦。你卖看伊这个班呢，伊是小开呢。其实对伊来讲哦，小代志啊。嘿啦，伊小看代志啦。啊，而且哦，后边这哦，拢是家己熟识的朋友在斗相共的啦。哎，啊，所以哦，唔免开偌济钱啦。好啦，看这样大的排场哦，确实足让人感动的啦。哎，出车祸！哎，你给我车！哎，刘强壮，刘强壮！喂，刘强壮！哎，更好。刘强壮不知安怎啦，我送你去病院，你老人家等海英哦。哦，好啦，哦，爷，来到三江。紧，赶快被穿开啊！等下啦。我刚才是看到车祸，那恐慌症也起来啦，我无代志啦。你有恐慌症？哦，你的神经这么纤细哦，无你这强壮是叫假啊！啊，就是欠啥才叫啥，我就是无强壮才会叫强壮啊！对啦！哦，啊，我紧张到要死，那是你害我错过啊跟女神的求婚哦，我给好起来滴水啊！拄只你朋友冇讲啊。卡早哦，你跟海英求婚嘛失败足侪届啊，就算讲这届阁失败哦，你嘛袂用怪罪我才来嘞。好了，搞最后一届，不一定我这届啊就革命成功啊。我先来走，你踮遮好休困者。好啦。中暑啦，赶紧去急救！好，来，六月十七早起十点。好，你放心，阮会准时替你把货送到位的，多谢你哦。董事长，车坐啦。我讲叫啥？你处理代志。当然嘛无，我就坐啊。客无伫哦。啊，客位无伫啦。有一个朋友吼，开一间咖啡厅，啊，伊就约伊妈妈做伙去遐过夜捧场。当时就敢是有啥物重要代志要找伊，啊无我即摆敲电话叫伊回来好啊。啊，免啦，我是拄好听讲哦，
客伊的精神状况恢复了袂歹，所以顺路过来甲关心一下。多谢你的关心，我会转达给柯伟知影，啊，叫伊再另外找时间吼去拜访你。对啦，巧玲，啊，你最近敢有请一下甲客伊妈妈见面，还是接触？啊，伊对你印象安那？伊敢有为难你啊？阿姨的人真好，哪会为难我？因为国家是名门大户啦，像这种大户人家哦，人家饭碗不是真好捧啦。尤其是对家己后生的女朋友要求，会比一般的人啊，搁较严格真济。所以我是想要来讲，你都要想看要安怎应对进退，唔通到尾啊，关系不了不好，搁害家己受个伤害。你得甲看，客进前的女朋友。对上好的大叔长，是不是阿姨有跟你讲啥？啊，无你哪会雄雄跟我讲这呀？无啦，只是啊，这种大户人家哦，家庭风波我看太侪啊。阿K现在拄好无伫啊，所以我就甲你提醒一下，因为你上过善良，所以。我就给你说我让你了解一下。多谢家属你的关心吗？好了，没有事情，我先来去。啊，好，我送你。严巧玲，你若是这么坚持跟柯伟做伙你就不能怪我无客气，我会让你身躯边的人过得真辛苦。我相信你无希望上尊重的彩燕姐受到上大伤害吧？可我的妈妈一定有个共同的共识，伊个人开始对付我，算下来，伊是不是就要开始对付我身躯边的人？那安尼，阿姐敢会有什么危险吗？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嗯嗯嗯，伊爸，你今日心情袂歹哦，听你唱的歌，我就知影。我嘛听着啊，有够好听的。多谢。你来啊、哦，我煮咖啡给你。慧姐啊，一定要甲我讲，手冲咖啡一定要很明对吧？嗯。这今仔日哦，我专程来家当场品尝。以前啊，我错了，特别给捧场哦。伊即摆来咯，马上来搞。哦，女朋友哈？不是啦，一来你就知啊。不是女朋友。哦，既然不是女朋友，安尼哦，我先来报应者。我有给人订咖啡豆，今麦要去摕，随着回来。等下哦，我煮无同款的口味，我你啉。啊，淑君姐，我去摕就好啊。免啦，我去啦。我过来当场挑选呢，确定哦，伊给我的咖啡豆品质无问题。嗯。好了，慧姐，你先去忙伊，我等下等你。好啊，我先来去。嗯。你先坐嘛。嗯。这里好。一宝。你的声音真正足好个呢，我真傲笑，啊你无做歌星哦，真正我可惜个啦。我想去参加海选啦，拄过关尔尔，所以讲我今仔日心情足好。真是了，恭喜呢，一宝，你以后一定是大歌星。多谢。你好，欢迎光临。哎，妈。各位。来，坐啦。各位啊，啊，这间咖啡厅我都来过啊，你哪会讲要我整修咖啡店啊？妈，你唔知啊，这咖啡厅的头家换人啊，所以煮出咖啡哦，味完全不同款的。
伊爸，哎，这位也是我妈。阿姨你好，你好，你看真少年呢。我听客户讲，你真熬煮咖啡。唔是我啦，是阮头家娘。啊，不过伊有代志出去无闲，伊稍等就会转来，等下一定会甲你好好交代。一件代志哦，我都要甲你参详啦。阿公哦，希望你去香港两工，那边有药要签，还是一个真重要客户。你去哦，阿公较放心啦。好啊，什么时阵去啊？就明仔载啊。啊，这药也签好吼，你就会当倒转来啦。我本来是想讲，我家己去就好。啊，最近吼，这两工厝内底代志较侪，我较行袂开脚。妈，不要紧啦，我去嘛赶快。明仔就是大通集团的临时董事会，要甲乔妍保养品的代言人身份换掉。你无在，我较好处理。卖乖妈安尼做，我拢是为着你好。孙老板，拍摄哦，我也较慢到了。出门的时阵，背包袂记扎，麻烦你等我一下。嗯，哦，谢谢。做你无用啦，你免特别为了我赶回来。好，你先安尼。妈，头家你过来无用，无就赶回来啦。你哦，今日无口福啊啦，你无来啉着上赞的咖啡啊。公安呢？啊，对啦，你顶一摆摕一杯拿铁给我，就是才买的吼。是啊。一宝。顶摆我带拿铁是你煮的对吧？系啊，阿姨教伊啉哦。好啊，我搁煮一杯，我的功夫嘛袂歹哦。好啊，那你得多谢你哦。没啦。嗯，刘不错。你清醒啊？哎呀，变形，我倒伫遮。我可会记得你温度，我送你来病院。你讲你恐慌症，啊，刷落来，刷落来发生什么代志啊？你跑啊！安尼一路走来病院，啊，无啉水，搁一直流汗，然后你就拒绝啊！讲我不壮，我看你嘛无偌强啦。我是为了救你，送你来病院才会分期呢。哦，你一句多谢拢无，好解我卖救你啊！阮男朋友就是车祸死去。我看到伊看的场面，哪有可能情绪会当控制得掉？我迄个时阵过会记得是发生一个车祸，你敢若是看到车祸就昏去啊？啊，恐慌症发作，是安怎？你心内有啥秘密啊？是啦，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哦，去火车地死啊。那车哦，把我的朋友带到咧烂糊糊呢，连休息拢无法度。后来哦，只好摕迄铲子在柏油路咧一直挖，一直挖，一片一片把伊的尸体安尼挖出来。那真夸张啊！无恁朋友是有坦克车搞过啊？无啊，是玩具车啦。我的朋友哦是姜饼人。我细汉的时阵哦，圣诞节摕到的头一个姜饼人呢，我欠两个月，我唔敢吃嘞。结果嘞，去好一个囡仔玩具车，你搞到烂糊糊啦。从今开始哦，我心内就有阴影。
原来你把我整笑了。海英啊，无去求婚现场，若是想讲我给伊放鸟是要安怎啦？你若真正给他放鸟哦，我得要放鞭炮啊！规工爱哭，搁爱跺。你爱看我啊？我就艰苦诶，我袂小可啊，我无法度喘气。叫我爸两个就好啊。你哦，啊，等到我答应你求婚迄天哦，你个小可嘛过会赴。啊，无你的意思是，你要答应我求婚啊？为了不要你长命百岁，我决定拒绝。刘强壮，你佫讲伊虾米？虾米即个方法一定有效诶！拜托诶，讲你足了解虾米女性诶心理。你莫免怪伊啦，你即届求婚确实有比较早佫较进步，而且嘛是刘强壮叫跟头撮来看伊啊。哎，你可要救同事哦，袂歹哦。安尼，是不是爱鼓励钱？来，抱歉。刘强壮，你说我讲的，你去给婆姐。唔免，施恩报恩回报是一个君子的风度啦。啊，这件代志吼，刘强壮，你唔免放你的心内吼。好啊啦，看你倒这份上哦，我来加陪你一句啊。也不过这种好康，唔是大家拢有哦，你哦，卖当作惯习。那是我做一个好事，你就会来陪我。以后我一定变成国际大赛。安怎？你的表情奈怪怪。哦，无啦，我即马有真重要代志需要离开。我甲你的约定就甩后改好啊，吼、哦。哪有安尼啦？你才给我一个希望呢，谁搁甲我拍转去地噶？你足残忍的呢。啊，无甲你送离线嘛？我本来是拍算讲要陪你两点钟，安尼后改陪你两点钟搁十分，安尼好无？利息太少啊，无两点半千。你当作你做高利贷，十分钟内十分钟，别来安排，再见。哎呦，拢是你咧讲诶，拢听你好啊。我看你对海英一点办法拢无呢，这世界上哦，敢伊会当甲你食死死啊？哎，伊都搞不定哦，去让海英小姐食死死啦，啊，只是让海英小姐无想要食。因为啊，伊不是海英小姐的菜啦。姐姐，阿妈，阿妈，嘿，那无等你要困啊？资金的代志已经顺利解决了，你当安心吗？对啊，就是因为资金的代志解决了，所以我心花就开了嘛。我超工来公司找你，你上班伤憋啊，伤赶啊，伤病啊，中昼拢无咧食。哎，代志解决了，妹妹来招姐姐，咱姊妹啊，带出外口，食一顿啊，中昼好好享受。当作庆祝，安尼应该无过分嘛。嗯，好、哦，我就把我做回来。阿妹，早都甲讲啊，他等一下就到了。阿妈，嗯，你真是福气呢，你一出面，主管的代志都解决了，所以都免惊老太要出什么招啊。是哦。我有先好吃，感觉我甲你吵吵。讲讲正经的啦，我有一个想法吼，想讲甲你讲一下，今仔无是本村的有较稳，老客毋是干那只招尔，伊后面陆续部署拢会出出来，所以。咱是不是加买一下保险，安尼较稳当？买保险，
如果咱来当自从迄个朱花路，啊，佮有汪美姬，拢总甲伊扭扭过来，甲咱徛江边。哎呦，人济势力就大，我想安尼生老客，要赢咱就真困难了嘛。阿妈，你讲了无唔对呢？假使连朱花路的股份拢支持咱。那你就算讲老客要搁变鬼变怪，嘛无得还盘。对，而且因迄个吼，拢总死鬼派，倒位大兵伊都挖过去。只要家解释一下利害关系，我相信要家救过来，无甚困难。安奈好好计划者。人生出马，这场股权大战，光辉一定要了去。是啊，我嘛感觉啊，咱的赢面都是愈来愈大嘞。所以哦，你即卖有较乖，爱心得着阿妈教伊者。放心啦、啊，我只要你要跳着，我当然嘛知啊，我那厉害的人根本就是家己过不去，好不？喂。学会啥？你唔知影人惊人先惊死啊！恁两个人伫房间靠骨，会随时在创啥？伫偷听哦！不是，是啊，上偷听咩？我讲，就是讲啊，我来遮遐是因为哦，我咪就大声到你家头啦，你咪有不用讲话哦。哎，没错啦，阿妈，哎呀，我刚回来哦，拄好经过遮哦，要找大嫂来食豆啦，嘿啦，你的话尾我小可有听到，啊，不过不是偷工的偷听，卖听，包我别讲。哦，你两个人足奇怪呢，我啥物拢无讲，你就恶人先告状。你两个听到啥？我听阿妈真正有厉害，力挽狂澜，啊，想要解决这危机中的光辉集团，啊，所以哦。老性格就是老性格，迄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因为老客、少年客伊那客拢嘛同款，那有法度甲阿妈当啊？是阿妈，我听讲哦，你要甲苏慧哦，还佮翁美姬叫来阮这边哦。我跟你讲哦，翁美姬较早是阮同学哦，阿姊妈伊甲苏慧咯，今仔才着吼，这件代志哦，就交我甲杨俊去处理啦，哈。杨妈，应该有事噻，今仔我甲我会随来找翁美姬甲苏慧咯，这件代志阮得超甲好势好势。行，来叮当。这件代志我来处理，你莫去打叮当。是讲阿妈，这小可代志啊，免你亲身出马了。我两个因为小可代志，这也免用甲恁。建志，哦。好，我知道，我是鬼。建志卡来，你讲啥？伊讲真心社的人伫咧跟踪嘉明，发现嘉明刚刚要甲老客见面嘞，伊要过看卖。我跟你过来去。阿妈，也是麻烦你留伫咧公司坐阵，顺续甲伊说明讲到要斗三工的代志，要跟我讨论看卖，以后要安怎对付老客。那边我去到用你啦，有啥物消息我通知你。好啦，要跟踪人伤济嘛，歹办事，安尼。你还说你哦？好，好啊，陪阿妈吃饭。拜拜。阿妈，那呢，你今仔日想要吃啥？吃物件看心情咯。咱先卖决定，路你哪行哪想。好啊。恁挡着我的路，请闪开。这江江好，明明就是想要伫阿妈面头前抢功劳，死狗，我才看上较厉害。国祥，
车才会去租的，啊，你不是把那台车弄坏去送去修理，我就想去租这台车给他用，哎，对哦，他比较拍摄。那有什么人好拍摄啊？是你有面前硬要叫我去送货，开一台破车去弄到，该人怪我，我搞不该开心水的。啊，米奇随心就咱大，你替伊送货哪会要紧啊？啊，你受伤，伊嘛就关心你个啊。关心就要负责任嘛。我出车祸呢，那是较严重啊，会死呢。而且，代志无遐尼严重，你莫把话讲啊，遮尼啊歹听啦。米奇哦，已经就甲咱斗三工啊。好啊好啊，我无想要讲啊。阿爸叫咱回来，到底有啥物代志？我嘛唔知啊。还有叫咱两个做伙回来，我有代志要讲。爸，真正麻烦的呢。咱若不是跟伊同款，食饱困，困饱这样，咱能友好的。李湘，平常时有啥物代志，拢会当存落。啊，不过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要尊重我的爸爸，好无？好啦，我知影啦。啊，我唔是伫伊面头前讲。还是安怎？想要逃？根本是你当时出车祸的后遗症。我靠！我带上去病院检查一下好啊。唔免啦，医生不是讲无代志，安尼就免常常去病院走来走去啊。先你来看爸要创啥？爸，啊，你常常叫阮回来是啥物代志啊？啊！就拄好警察又来啦，讲你刚车祸的代志啦。哦，原来是这哦。你放心，你家讲我已经无代志啊，叫你唔免过来关心。唔是啦，即摆问题是哦，迄警察讲的讲，迄刚车祸的时阵啊，你弄到迄路顶啊，算公共资产啦，讲爱你负责赔偿。啥？迄刚是有人要过马路闯红灯，我为着要下面唔才会弄到诶。啊！凭什么要我赔啊？安怎讲，嘛是迄个闯红灯咧赔才对啊！你先莫遐激动啦。即摆问题是吼，迄天车祸的时阵啊，迄路口的监视器哦，翕甲清清楚楚。确实哦，你车开了上紧啦。啊，警察哦，该李长做伙来的啦。啊，李长冇讲啊，讲你老师要斗三工吼，你的定情书写好势，啊，交代迄天的代志交代清楚，吼，伊会当甲你处理啦。写什么陈情书啊？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问题啊！要交代啥？我无爱啦。李湘啊，啊，不管安怎，代志嘛是爱处理吧。无安尼好，你甲伊甲发生的状况甲我讲，陈情书我来写，安尼好不？啊，对啦，啊，警察甲李长来吼，伊讲这是迄天迄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你的车祸的代志的过程啦。哦，这档案拢伫内底啦，啊无哦，叫保祥给你写陈情书好啦，啊写了吼，你再看看讲是毋是你迄个意思啦，吼、哦。迄个人哪爱面是面色啊？爸，我这画面放大，你看清楚。李湘啊，阿爷你敢那你捌的人呢？爸，你嘛是咱李湘的同学。啊，你讲啊，我带爸去散步，拄好拄到阮同学，啊，所以有介绍我爸识识啦。嘿啦，对啦，有介绍识识啦。啊，你这个同学，唔是甲你感情真好。我哪会看到你出车祸就见死不救，我跳得走。我哪会知影？有可能是米奇遐火车隔热纸搭了上乌，伊无看到我啊，爱惊了代志，啊，所以就先落跑啊啦。啊，而且我平常时嘛无咧驶火车啊，伊哪有可能知影我伫内面啊？不过照这看起来，伊走过来应该是要救人啊，哪会还未看清楚就惊起了了代志，我跳得走。安尼不合理啊！我哪会知伊在想啥啦？
怀弟的哦，你要替我写澄清书，看在亚笔下来用的，我无需要叠加赔你啊。啊，受到迄间的代志哦，我就感觉足恐怖。看到这亚笔哦，我人感觉足无爽快，我要出去行行呀。你请坐啦。阿米夏，你是要去倒位？怀弟，今晚面前嘛无滴的，无需要散会，我先出去行行呀。安怎？你弄入空气在听呀？出现在公卫集团的董事会，当然啊，到时阵 boss 会亲自引到现场，你也让带伊面对面啊。刚刚这明到今嘛，也唔捌见过老客。我家在包厢五隔间。那日我真期待见面的一天，我无见到你用餐啦，我想过世。你是吧？你稍等我一下，我看敢有可疑的人，若是无，我再请你出来。我看老李等一下要去别处去，你稍等。只要注意穿红色高跟鞋，都摸唔着。Boss， 已经确定无可疑的人，咱会当离开啊。请来洗手间去嘞。啊，我先来开车，咱保持联络。再见，拜拜。我爱陈海英。那些多好啊，三个人拢穿同款红色高跟鞋。已经安排 boss， 我会特别通道离开啊。包厢内面疑似老 K 黑人穿的是红色高跟鞋，原本是想要利用红色高跟鞋来认出谁才是老 K， 结果大家拢穿同款的，最后走出来黑人嘛足可疑的，不过伊偏偏穿的是黑色的高跟鞋，真是足奇怪，干咪是有人故弄玄虚啊？我再来找海英问看卖，看伊穿红色的高跟鞋是拄啊好，也是有问题。跟老客这场战争哦，丽佳一定是稳赢的。阿阿妈在找杨俊，等去丽佳给阿妈灌梅汤。那是会当在阿妈面头前站稳，以后我们才有法度对付江江好。嗯，贾永俊嘞，有个招去躲啊？
连手机都未记得咋？阿牛，阿牛是谁？想怎我传简讯给你，你拢唔回，卡电话你嘛唔接。哎，你是谁啊？我哪知道一定要接你的电话啊？是那小查某。讲话啊！你紧跟我清楚哦，你到底是谁啊？马后，我来探一摆，把代志拢要压住，好这小查某好看。马后永俊无理由搁再拖。真正是迷香，好佳哉，名我改过。喂，我著甲你讲过，无钱头借你，唔爱阁开。哎，阿牛是谁哈、啊？正经一个朋友啦，啊，知影我即马是高飞上台找驸马无？搞牵亲，就要甲我借钱啦。我无钱头借你，竟然讲哦，要甲我正经甲赵丽君离婚啦，啊，甲你做迄个代志，爆料八卦周刊啦，你看即款人。阿公，我即马清清白白，我无咧行。拜托诶，你搁做你这是毋是几百年前的代志啊？呢，即马佫提出来讲，效果袂更小。电话好啊，我看下电话。别，这款啊，你根本袂采。而且阿妈唔想特别交代，最近这老客要对我公开一段，所以哦，咱顾好家己就好。边啊有诶无代志，莫掺个规大堆啊。那是传到阿妈，还是讲你妈遐，咱毋着惨。啊，更加严重的是，那张家豪用这话头啦来对付咱，那更加袂好。好啦，暂时是放伊耍，送伊好运。哇！来，老婆，哦，我即马看你愈来愈有一款公贵集团长公主一款气度啊呢，参像你这款老高贵，你我也查不了，千万卖甲一款人哦一般见识。贾永俊，你今晚哪不来见我？我马上冲去领导找你算账。刚是迄阿牛，佮传简讯来给你乱啊？嗯，不是，那个广告简讯。哎呦，我以为阿宝输得下见面，因为哦，伊较早是老客的下骹厝人，我以后看会当探听一寡老客的消息。我先走。我该去啦。哎妈呀！我约阿宝是私底下见面的，若是你出现哦，伊就改心，真侪话都袂讲的。啊，你又知影这查甫人，只有那恁话，什么话拢讲啊？所以哦，我是甲讲小酒嘴，豆豆退的话。会知影哦，咱只要透出老客的消息，咱在你家地位就清官啊，你是长公主哦，就愈坐愈稳哦。那你进去啦。新的宝贝，现在明明看到我是车祸，所以我来救我。我那是真正发生什么代志，要安怎？你在？没事啊，我真正不知道车顶人是你。你卖个假啊！我有看到路口一件事情，你本来是要来救我，啊结果呢，凶凶我头做你走。我哪里误会啊？我真正无看到车顶人是你啊！哎，假使我哪有看到，我一定无够给性命安全上去救你啊！啊，那嘛，迄阮某啦，这有话话在，咱讲好，我卖管闲事啊，我嘛是不得已啊，最后我就太依旧啊，不然了，我才离开的呢。你叫是我的相信，你是为了要保全你的婚姻，你今仔日话那是发现我的代志就变空啊，所以你甘愿把我一个人放在遐，不管我的死活。贾永俊啊，你这人是有良心无啊？你根本就无爱我嘛！啊，我真正就爱你耶！爱，你是爱情啦，无怪，无怪你了，你是恁某啦。当初你接近我，嘛是因为我阿姨在偷地点哦，你甲反转电话，啊那无，
我就去找杜文文，把代志拢要压出来。听我，听我。我袂要卖乱啦啦！你搁搞我派，我即马打电话杜文文。我要卡住你啊啦！看要讲啥你讲啦，你就是不相信我嘛？你讲咩啊？我所爱人不相信我，我话还讲什么意思？我鬼死死的啊！哎呦，好刚才，这招够好了。你要挑战你去啊？我怎会相信你啊？啊好啊，我就跟你拼一刀。天空白啊，马祖婆啊，王娘娘，大家哦，跟我到保庇，拜托拜托。我嘛无法度，我是有你逼到底啊！因为我只有安尼做，才会证明我对你的真心。你若是真心，就唔通阁让我等啊！你知影我已经就忍耐啊！我当然知影，咱这段感情就是别人讲的真爱，一路上的坎坎坷坷，就是真爱旅程。所谓过程，拢是天公伯伯考量的。伊希望咱的爱情情比金坚，所以咱袂当轻轻彩彩的放弃啊。就算是拄啊，伊嘛无故意就跳落去救我，所以我知影，你对我嘛是真心的。你食卡歹个啊！我是惊你若真正安怎，我就啥物拢摕无啊。你先把钱给我，看你是要跳海还是要跳楼，我唔要管。真正跳楼，你也唔敢。我要让你看这個，我甲伟伟离婚协议书，所有的资料我拢写好，就等伟伟回来。我会让你知影，所有代志我拢在进行。只要甲土地卖掉，我就甲伟伟离婚，咱就当正大光明做。把囡仔当个好才好啊！囡仔无当，什么拢是假。对，囡仔无当，什么拢是假。阿姆讲，这就是真实。我不能安生跟维维离婚了，提一卡手指向你求婚。阿姆讲，我无得跟你来，我一定要即马提出来。你这样相信我对你是真心吗？你敢愿意，我替你把这个手机挂掉？这台手机，你是什么时阵买的？跟你中风的第二天，你搞我骗？我真正不可以骗的。你喜欢少年时阵，你是哑巴女生。我这段婚姻过得这样痛苦，
一直到我给你中风，我知影这是天公伯给我一个机会，我袂当放弃。我甲你的手抓甲安安安，这个我绝对袂阁放手。杨生，你敢愿意等我离婚了，马上离婚？我愿意。讲开这多少？多谢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这段婚姻这么不幸，是你把我救出来的，我唔知该跟你说多谢。甲无常结婚，是我这世人犯上大的错误，连天公伯啊拢看袂落去，予我会当摕到迄块土地。这是伊爱补偿我的。无欢喜的代志都别阁讲，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越来越好。杨明祥，你真正是我生命中的奇迹，我的生命因为有你，我就感觉大家过了有意义。安心讲，你的手已经完全好啊！你哦，就莫定来找来病医复诊啦，人真正是足好诶。哦，迄医生哦，实在是有够好诶啦，佫足有耐心诶呢。伯祥啊，啊这段期间哦，你还要趁钱，还要照顾我，互你煞无用诶。这本来就是应该。啊，即嘛哦，我也变你负担啊，啊佫有啦，啊进前哦，你为着要救迄米香哦，迄车好像爆炸。啊！你嘛平安无代志，这就表示讲哦，你特别关心啊，你哦会越来越好。爸，多谢你的鼓励，我会好好打拼。啊！你搁给我三年的时间，我一定把所有债务拢还好清，和你甲明祥过好日子。然后我转去甲旧厝翻翻咧，去较大间的，和你住较舒适。然后我带你甲明祥出国去佚佗。免想遐济啦。你甲明祥照顾好较重要，伊才是啊，要陪你过一世人的人。哎，阿爸，这个回啊，凊彩拢好啊。阿爸，即摆唯一愿望就是哦，会当看到恁人阿母，啊，佮有秋美一家伙啊，大家拢当平安无代志，阿爸就满足啦。车去有人入侵，哪有可能？阮某对着这个车开走，哪有可能出现在山区啦？啊，可能是阮某吼，伊未晓用，无说你去触动警报。唔免啦，先莫报警啦，我先打电话给阮某问看卖。啊，再见。你讲的车安怎？去用走出去啊？我着先来控制中心打电话来讲，车去有人入侵啦。啊，我先打电话问米箱看卖。我是袂烦恼啦，啊！伊台车是租来有保险，我是惊危险，敢会拄着危险？我来出看卖，看车在倒位，我去看卖。车在溪边，在溪边哦。啊，来，咱进来开看卖啊。好，爸，来进去。安尼听起来，你嘛分袂清楚啥物人是啥物人。啊！你的好朋友海英，伊嘛无甲你讲，坐伫个包厢内面遐，到底是虾米人？
我无问伊，啊，不过我想伊应该嘛袂讲。暂时还是卖打扫金色较好。嘛是啦，做代志还是要小心一寡。是讲，咱起码还唔知影老 K 真正的身份是啥。如果若要幼稚花露甲汪美姬清楚徛踮咧咱一边，你看敢讲会认同？老 K 伊向心心比比，连朱花露嘛皆是恭喜老同学，嘛母白清楚伊的经历无。朱花露一点就无安全感的，咱若是趁机的时阵，家己诱拐咱这边还是有机会。啊，头家妈，副院长。头家妈，啊，今仔日我真正感觉真荣幸的，啊，有这个机会和你请我吃饭。哎呦，副院长王小姐，千万唔当客气，来，请坐，请坐。多谢，多谢。副院长，有一个好消息要向你报告，我已经去跟遐熟识的议员，大家拢见过面啊，所有有交情的联络好势。大家拢总有同意，甲我立场同款，要全力支持，予副院长你出来选院长。来，我先预祝高票当选。多谢多谢多谢头家嘛。哦，那你讲起来，今仔这顿应该是我来请你较对呢。哎，甲我客气什么啦？这是我答应你的代志。咱有讲都爱做到够，应该。是是是。洪小姐，以后咱都爱多多啊熟识哦，因为你是公司的大股东呢。啊，即嘛公司准备伫要增资，增资了后，迄、那个股份是会变薄。我想你嘛一直伫咧烦恼讲钱咧对倒位来。伊政治案啊通过，咱先参详一下啦。大家若要熟悉，都要合作。我希望讲咧，莫有遐个徛伫暗暗无看到的人来吞掉咱的股份，安尼你的持股比例会变少。这点我是袂烦恼啦。若是真正要珍珠，我相信老 K 一定会保障我的权。你若是会当确定珍珠了后，我的股份同款有10%，甚至有搁较侪，安尼要叫我停利，我无问题。你意思是讲珍珠的部分爱我直接送你？是啊，老 K 出去就是安尼。你若是做会到，再来跟我讨论。他出手真大方，袂歹。啊，不过我要提醒王小姐，这只是嘴讲，卖讲你还袂食到，你连看都无看到，只是用话话出来。啊，这话若讲出来，风飞咧都无去啊嘛。我是惊讲咧，到时若清楚了后。持股的比例无对半，你要反悔就较慢啦。就算你唔甘愿，回头要甲人乞讨，伊若无承认，袂插你。你想，你敢有伊个办法？歹势，我再接电话来。你啷讲啊？金星集团中央干部讲，老 K 前阵仔发生意外，你讲是啊？消息有正确无？其实吼，这个消息我嘛唔知影讲是真诶还是假，当我才得到尔。也毋过，我伫咧想，咱也是莫想认真，因为老客这个人，伊本来就是心心闭闭嘛，伊嘛有可能放一个假消息。故意要予咱放松对伊的戒心。小等下蒋浩若转来，我会甲伊讲，消息先莫走漏出去。
咱大家知影就好啊。总共一句就是小心细腻，万事万事。是讲，万一那是假事的呢？应该无人会安尼纠缠家己个对啊。也是不一定。老 K， 一个从来唔捌见过面，生做营养病，咱拢总唔捌看到的人，出来蛟龙风飞，无甲这摊这么大摊。你想这种人，甲我讲伊的信用有偌重，有几两，我是无什么相信。甚至我还讲一个给恁听。在美国的时阵，我曾经也救过老客。我倒转来台湾，伊还阁派手下请我去通一挂消息。伊讲无论安怎样，会记得我救命的人情，伊会全力来支持我的事业。结果迄个话还阁伫我的耳边伫咧响，伊即马马上反手倒转来，要替我光辉集团的事业。这些事情你都看在眼里，尤其是一项最不能原谅，就是利用我们孙家明对我们的仇恨，挑拨我们的亲情，让我们家明反背自己加自己，这就真的有够残忍恶极。参像这种对救命人情人的人，会当用这么残忍的手段，我要请问你，我准是恁对因的信用还佫存几成？我李丹局绝对唔敢讲我做人偌好，也唔过我自信，我还佫算是功名利禄。伫个生理场经营遮尔啊多，什么叫做信用？什么叫做尊重？我还在清楚，不管是任何事情，我都亲身出面，当面讲，亲自处理，百分之一百的保证。我无亲像老客，秘在暗暗的所在，敢那剩一支嘴，凊彩给人阴阴的，到时阵走咧给人叫，这安尼绝对不是办法，嘛不是做人的道理。我相信。如果你让你人看这么多，应该是心里有数，还是说你跟老客也是有你们的关系，也是有你们的交情，要选择合作的对象都放在你们的心肝里，什么人也无法度通给你们命令，也是给你们左右。但是有一点，我要甲祖父给顶你提醒一下，你无同款哦，你唔是干那单纯要做事业尔，你要选举呢。你想咧，万一若是有一天你有甚物无注意的所在，万人一脚步失去了你利用的价值，你想老客安那对待你？是啦，头家妈，你确实是一位真有信用的人，所以你讲这话，我会认真好好考虑。阿妈叫咱拢回来。唔知道是有啥物代志要讲咯，我嘛唔知呢。最近拢已经调好势啊，可能是有啥物其他重要代志要等来讨论一下啦。阿妈，你等来啊？啊，是有啥物其他重要代志哦？无啦，哪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啊，一寡因为要讲，爱稍等一下，啊，佫有一个人还袂等来。好，恁去。
哦，先生。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当伴是找你回来你家坐开讲讲话一家人安尼算当伴你慢慢这么严肃啊我安尼对美国回来看你嘛看一摆而已坐咧啦别遐紧开讲一下好不好男人笑我呢对美国回来看你嘛看一摆而已坐咧啦别遐紧开讲一下好不好好啊安尼咱今仔日咯上好要控制公司啦希望恁做会到你嘛会惊讲公司哦讲啊会生气对无爸爸阿母你专工找嘉明回来是有什么话要讲的哦伊现在对咱家已经无感情了呢而且我对伊嘛已经切心啊感情就亲像一个种花同款种一盆花需要时间需要用心去压花去甲照顾迄盆花才开会水如果你若拢无插伊甚至无压水，搁起啊吞打，安尼不但袂开花，迄丛花会蔫掉，会死掉去。所以经营感情一定爱用心，亲情嘛是同款安尼伫咧联系，每工海面相看，相骂冤家。更加好的感情更加好的亲情更加好的爱情也会变成修婚我们算起来应该是不算是亲情就算不是亲情也不要紧因为亲情也不一定会考考你如果你看从以前到现在为什么不断社会新闻在咧报，报讲厝内底的人反面夹刀啊烧毒，有一挂事实，为着要爱时代的财产，反面无情，家己的亲人嘛加害，那是较无名望的，闹出了新闻阁无差，要不过那大家族的。这就真无体面。我一直在想讲，会发生这款代志，是不是教育不足？囡仔看教了无好，才会发生。不过今麦我无安尼想啊，因为同款的代志嘛发生在咱李家，尤其是咱阁是一个大家族，所以我今麦感觉是。我阿爸才知听，真见笑。查理妈咧想，讲不是你家的人，所以这无算是抢家产。不管是还是不是，不是你讲就遵守。嘉明啊，你讲你不是你家的人。我现在问你一句话，
在你人生进前三十几年，敢是伫你家大汉？你敢是雪娇甲你饲的？我会记你雪娇以前就真无用啊，伊拢对恁爸爸一样，全走外面的应酬交际，为公司咧拍拼，时常无伫咧厝的，罕罕只有见你一改面。迄个时阵你还阁真细汉，一届学校爱恁教劳作，讲什么一个装饰画，结果你过剩，剩甲物件拢无做，煞叫下班回来，叫你进去睏，伊规暝都替你做迄副劳作，我坐咧看，念亮片。连珠啊，加钻，你看伊咧，这么碰火，迄双手不达三宝，伊无幼秀呢。伊甲迄把画念到歪骨起喘，啊！伊身躯顶穿的迄领名牌的衫，嘛去予遐个啊，裤甲规领衫拢飞掉去啊。不过真欢喜。等你一个精神了后，你嘛住喺北外，欢欢喜喜提出门要去学校教。要走的进程，你家讲一句：“妈妈，谢谢你。”然后伫个嘴边亲一下，你无看到，敢那一句谢谢，伊笑个。迄、那个面敢若一粒花开起来同款，虽然雪娇真欠卡、真强势，不过伊对你真温柔，伊常安尼怨叹，讲为着陪翁婿拼事业，无时间通啊陪你。只要伊回来有机会看到你，甲你抱起来亲，抱起来搂，伊甲你成到毋是款。甚至你伫学校，甲囡仔冤家相拍，伊堂堂一个总经理、董事长夫人的身份，伊就走去学校甲人冤、甲人讲，无甲家长会的家长、老师、校长拢出来伫咧调解，大家嘛甲笑，笑讲伊停囡仔边，笑讲伊小弟大做，讲伊歹应付。讲伊伤过头赤，伤硬个，这个代志伊敢唔知？不过伊愿意做，干那为着你这个囡仔，唔是伊生个囡仔，可见你就是伊心目中上该重要的人。那是家己过你安尼做的，啊，无人得记啊。搁再讲，我有探听过，我的亲生爸母辛辛苦苦，才将我这亲生后生生落来。今仔日的话都是怪爸母，我相信赶快安尼做。对，你讲也无唔对，爸阿母的爱。这是永远无法度比较，不过，嘉明，你是做人的囝，你敢真正拢无感受？这段时间，你一直伫咧报复摔跤，你接我摔跤，我问你咧，伊咧哭，伊咧反悔。在痛苦的时阵，你敢有较快乐？你日子有较好过无？无，我即摆问你，你打算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会满意？你才有可能快乐？你讲。无法度回答嘛？
因为你安怎甲伤害，你拢未快乐。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啊？回想这段时间，你过什么款日子？你敢有笑过？你敢有欢喜过？敢真正摔跤咧哭的时阵，你心肝拢袂酸一个，袂抖一个？嘉明啊，人讲千关难断家来事，有一挂感情是真复杂的。这个感情的代志，你是茫听别人伫边啊，甲你诉说什么，甲你说动什么，迄拢袂准。爱问你家己的心，看心肝，予你什么款感受，这才是正确的。哈？卡叔，你若是要甲我讲这无聊的话，要浪费我的时间，那恁无什么好讲的呀？我但是我不想来走啊！卡叔，你甲我讲这话是要苛刻我，甲国分害乎恁啊！哼，咱不是讲好要讲公事啊？既然讲这话是要煽动我，这个咪真好笑！你阿妈头拄仔讲到遐尼啊济，敢有讲着钱哦？嘉明啊，你这么过头开，你想的拢是钱呢？你手机小偷派起来啊？我头壳无派起，应该是迄、那个当初连家查某囝是死的死的人都拢唔知影，就买好日头跑走的迄个人，这是偷个派起。李嘉明，你哪当来批评阿姨啊？失去囡仔的痛苦甲惊吓，敢是一般人当承受的。我相信迄个时阵，阿姨嘛一定是失去你弟啊。你用伊的痛苦来解笑，你敢会伤过分？嘉明，你头拄仔讲的句话有较过分。甲煞交袂一下死地。我讲的是老实话，我无需要分析的。你无要回失的不要紧，不过你的态度大将硬，你嘛无准备要回头。我记着，阮对你的好意甲感情，我是咧想讲，是毋是有别款原因？我问你咧，你是毋是顾虑讲你即马伫老客的手下伫咧做代志？如果你若挖转来你家，老客伊会对你不利，对你下手？啊！那安尼是阿妈会甲你保证，咱李家绝对有迄个势力。你若转来，我保证讲，袂互你失一斤失一两，老客无遐多，当你一支汗毛。哼，写足好笑，你连你家己都无遐多保护我，既然要开种空头支票，搞讲要保护我，写足好笑。好，我把这个先来走。我送你，阿妈，我陪你。你免陪我，我做事业家庭，逐摆讲着话，拢安尼先嘴歪目睭错。那可能是小亮小妹的，应该是恁的家里没主人。我跟伊出来去行行咧，阮两个人面对面，话嘛较好讲。嘉明啊，陪陈女士来去散步一下好。
怪笑在家了，你想那边啊？嘉宾，该讲阿妈拢讲啊，我若讲伤济，我惊你会烦，嘛会白客。不过，我也是希望你回去了后，好好想一下。阿妈，天怪怪，今仔要搁落雨啊！你赶紧入去啊，快要去阿达，我先来走。来，这里，这里，这里，来，这里，啊，啊，啊，嘉玲，你还不是我的孙子，你不敢怕吗？我多受伤。我等你无完，所以你的心肝还好我。我跟你同款，我的心肝内永远拢有你的存在。我等你，我跟你永敢等啊！你家的大门。我为你开，阿妈，你无代志就好，我跟你走。你这台我都怕是有问题，你不要早加班啊！爸，我今日行伤紧哦，你坐了也未爽快。哎呦，拢什么时阵啊？你别管我了，阿妈，你面上若发生问题，要安怎？你紧啊！衫来打紧啊！我衫到即马拢还袂打衫，可以休息。阿俊，是的啊，之前我一直怀疑你对我的感情，我即马才知影你对我是真心的啊。我对你的感情，不是嘴讲讲的，我是有真。我今日听你哦，把我的心剖出来给你看。以后别再怀疑我对你的真情。我知道，我只有跟你做伙，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会嫁给国祥，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查甫人，是怎会到现在还没要帮我耍。你讲讨厌的查甫人，别再去讲他了。对，明仔哦，我有约人讲土地的事情。只要这土地能卖出去，咱将来就会当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嗯，只要有遐个钱，我就免阁烦恼钱的代志啊。
险无？起来去看卖啊！小丹，那十个人死，敢讲土地代志是因斗空的？你是谁手下？搞出来！我想，我想，你我做什么代志？你这狗，你这笨蛋！没有吧，没有吧，你再去救啊！我回来，我回来，你把我去哪里？我告诉我，我叫人送我，我就是这么了。呀！我做这个太阳去哪啊？啊！我不想，你给他干嘛啊？你今天是要没见小的代志？搞清楚，个人为何也查甫人？我是等会没见上，我早就跟你讲离婚，是你无咧帮我甩。我想袂到你竟然是种拖拖耍耍的查甫人，拄到你是我人生中上大的悲哀，那不是你，我人生袂遐尼惨。讲一堆，这拢是借口。你就是为着你，才决定要离婚对无？无唔对，我就是要跟伊做伙。我到底是倒位做唔对啊？就是我做生意失败，我嘛想认真趁钱，要你过好日子。离婚到今嘛？我能给你上好的，你有什么要你对待我？你别再讲笑啊！那是不是因为我小妹哦，你已经流落街头啊？你是因为我，你才有所在通好住呢？这算作什么好日子啊？别再在那里做面梦啊！你的人生剩啥？你的人生只剩债务尔。这种生活你偷偷过，我无兴趣陪你。让一下，你凭什么跑啊？你没有资格跑啊！你没有资格跑你，你没有资格跑你不？爸，我生气啊！你到底敢讲我是白贼啊？当初时，你讲你为着要甲宝祥斗三工，你去甲地下钱庄借钱，那拢都是假。我为着要替你行钱，我甲厝下这土地卖予这个查甫人，结果呢？我哪能都是一场的骗局？梁文祥，我爸讲的，敢真正是真的？你在讲啥？我听无。梁文祥，你还敢不承认？看你这个情形哦，你不是多才识才啦，你根本就已经做伙啊啦！你还跟你讲白贼，你这查某心肝都这么凶啊！你拢已经看了，我嘛无需要再讲啥。你是要这是什么态度？迄个就是白的，白人是替人做保，叫人赌钱，比你更加艰苦。谁敢改？拢叫袂这个地，你怎会当用的？你来当安尼，你来当安尼。我哪用骗的？迄个地本来就应该给我，你托我为你过苦日子。不像我，等咱两个离婚了，你弟弟那是我的赡养费啊！是你做唔对代志，你又敢提赡养费？那结婚这么久，我已经给你做些物件啊！我这么爱，这么疼你，你为什么要把我人生毁掉？为什么？我无毁掉你的人生，是你家己无在掉。一个好好的事业，你那个乌鸦破产，我看你过去死死也好啊啦！你给我放开，放开！你给我去死死！好啊，咱就做一个死。我不想，我不想，你别激动了，不想，不想。
你去死啊你！杨明生，你两个人不讲钱啦，不讲，这个男人不讲你为一命赔一命啊！是的，我自己输了失败就算了，我都投了你，还连终身都无啊！这是我该死。高启信，你放开！你放开！你听我是谁啊你啊！我讲，啊啊啊！手机，麻烦你，这样就算了，好。哎呀，哎呦，我今日想够水了。电话哈，我就等你无闲，什么代志啦？我跟你讲啊，今仔阿妈哦叫李三明等去你家呢。请你做了代志，咱竟然拢唔知啊！这个表示讲哦，阿妈根本就把感动是家己人。我跟你讲，这是一个警讯哦，以后咱要爱注意。不管你家什么代志哦，咱拢会摸清楚。真正有够过分呢！阿妈受伤，阁无爱送阿妈回来，就安尼家己开车走哦。你莫怪伊啦，是我叫伊做伊走，唔免管我。啊，我也无啥物大伤，我都阁人差回来哦，小可去关着尔。其实我要爱的，唔是表面上遐小关心，我爱的是希望伊有时间倒转去。甲他拄仔我讲遐个话，好好啊，搁想一摆啊。如果乃当安尼，我就达到我的目的，无遗憾啊。阿母啊，啊，应该讲我拢已经讲啊，你讲遐济嘛是无效啦。伊的心根本就无伫咧你家，啊，若无伊，哪有可能做遐个代志？心有伫你家也无，你家我拢唔知。敢那家面家己知影，就敢那你咧，你即马规个心肝脆鸡鸡，家面嘛唔知。家面是我的心头吧，是你的半条灵魂。如果人若破病，就是爱甲病医药好，身份失去。爱把魂捡回来，
总明拢无做努力，无做挽救，刀啊举咧，甲把歪掉，也是甲心魂断掉。我想这个囡仔，伊就是伫咱李家大汉的，一世人行了伤过了平顺，唔捌受到这么大的打击，所以一时间头壳去有空蒙去啦。咱爱给时间呐，咱爱相信，安尼先，伊唔叫我多，他有迄个机会，我等下咱离开的大门。如果亮帅那是等啊，赶快嘛是爱甲讲，别放弃这个小弟，尽全力落去挽回。离家的人就是离家的人，一个都不顺顺性。